我想問下你哋今日係咪第一次配音，有咩感覺呢？我哋不如三爺講先啦。配音啊，平時配嗰啲算唔算配音咧？即係配翻自己電視台嗰啲嘢，就配英文係第一次咯，係嘛？配外國人係咪第一次啊？好似係咯，英文係咯，但係我哋之前試過做一個 casting， 一個卡通片，係卡通片 A A 嚟嘅，係啦，係啊，唔係 A 嚟嘅，總之一套卡通片嚟嘅，之前 cast 過嘅，都嚟㗎，唔係㗎，都難㗎，係失敗咗嘅嗰個 casting， 唔知。因為好似係啲疫情關係啊，好多嘢咁樣未知啦。好，祝你好運啊！咁你覺得今次嘅配音，你哋有咩感覺咧？係哦，我覺得我哋嘅配音係做得好好啊，即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咯。咁有冇人可以即係就算專業嘅配音員都冇配到我哋呢個成就？我唔夠膽咁講啊，代表佢嘅立場啫。我本人立場啫，係因為佢哋絕對唔會咁配，係因為實在太勁。有咩網絡言論要攻擊翻寶琪嘅，即係記住係佢一個講嘅。對唔住，各位配音員聲討佢好啦嚇。好，咁我啦，俾多次機會你再講多次，有咩感覺啊？寶琪今次覺得配得都係一樣講法。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即係如果咁樣配咁認真得嚟又好似咁廢嘅話，就即係得我做到。同埋咁多粗口。係啦。幾好幾好。好 free 啊！呢個好配音。咁你哋覺得今次可以首次進軍呢個荷里活，仲同三大國際巨星合作，有咩感想咧？我會覺得唔好踢荷里活咯，係啊，呢個就我最大嘅感想。即係唔好俾佢哋三個人兄知道我哋嘅存在咯。係啊，或者我希望佢哋遲啲波同 Marvel 講話有一個超人我做咯，即係希望。Marvel 冇超人㗎，搞清楚香港超人，香港超人，即係佢好中意香港取景咧。嗰啲咩豬豬俠啊？你係幫我整個豬豬俠啊？嗰啲啊。哦，曱甴俠你可以做。喂，黐線曱甴俠。沙律俠，沙律俠。淨係食沙律，一食沙律就有力㗎啦！美國巨腸你可以做，美國巨腸素食主義，係啊，好啊呢個 ，OK。咁你哋有冇睇過《保鏢救殺手》嘅第一集咧？係，梗係有啊，超中意睇啊，係咁睇啊！第一集劇情講咩啊？第一集講咩啊？唔係保鏢救殺手咯。好像不是的喎，係咩啊？總之最尾就救咗佢咯，冇人死。一個保鏢，跟住之後有個黑人同埋一個女人，三個主角。好欣賞熱，就係咁樣。等先，保琪，第一個係咪真係有女人㗎？有，一定有女人㗎。每一套戲都有女人㗎，每一套戲冇女人㗎喎。總之個劇情類似就係嗰個另外一個主角俾人暗殺咯，咁保鏢就保護佢咯，最終就 secure 救咗佢咯。係啊，係啦。咁大團圓，同埋有槍咯，棒棒棒嗰啲，係啊，全部係咁避開嗰啲彈棒。冇，佢哋有車，車就有車啊嘛，有車。一爆破咧，佢就咁樣。咁樣飛低喎，跟住哇，一定係做到，同埋一定係有石啊嗰啲場面啊，好轟動咯，係啊，係啊，哦，又講得幾好喎，你哋。好啦，嗱，如果俾你哋揀，你哋會選擇做保鏢啊，做殺手定係做嗰條女咧？我會選擇做後面嗰啲路人行過先。唔係喎，你唔係話想做後面頭先嗰個幫佢睇醫生嗰個咩？邊個睇醫生？邊個睇醫生啊？你係咪要睇醫生啊？睇醫生咩啊？嗰個女人啊，你配嗰個女人，你自己啱啱配完都唔記得。心理醫生係即係唔使太難咯。嗰個心理醫生嗰個劇嗰個角色啱我啦，係啊。好，咁而家不如寶琪你就即場示範一次點樣做嗰個心理醫生嗰個對白點㗎？黃子珊未做？哦，都唔記得。我記得啊。哦，你唔好做保鏢啊！你而家我講一次，唔好做保鏢。唔好做保鏢，保鏢係就係咁簡單，嗰個演技好，非常好，邊有演技？好啦，嗱，如果我哋呢個訪問呢套戲嗰個荷里活導演會睇嘅話，你哋有啲咩嘢想同佢講咧？係演員你講，我覺得應該要拍個香港版嘅，係啊，香港版首先成本低啲嘅可以係啊。唔係啊，食翻個字頭先咪話保琪救殺手二啊嘛，我哋保琪救殺手三咯，下一集就係救阿三哥。系啦，保琪救殺手三，我係殺手三，系啦，保琪救殺手三，佢唔係保鏢嚟嘅，保安嚟嘅，仲要保安制服嘅，藍色白色制服嘅，咁我哋就做救護員，救護員 A 同救護員 B， 我哋喺度，唔係你係嗰個肥仔，你係嗰個女人，佢係嗰個女人，咁佢就係咁起身攞佢嘅車路，肥仔叫咩名？有個黑人啊嘛，咁黑人係代表文化，你肥仔，黑人係一個文化，肥仔都係一個文化。黑人同肥仔有個文化，同一個文化。你做女人，呢個老婆 ，OK， 殺手嘅老婆 ，Ikimas， 啱埋呢段我會全部行快佢嘅啦，係。咁最後整個 end tag 啦，又係保鏢救殺手二 secure， 好唔好？6月17日嘅使唔使嘅？喂，好喎，你記得喎，好喎，好，就係冚落，好，準備，3、2、1。6月17日，喂，咩啊？保鏢，6月17日，保鏢救殺手二，好嘅，好，即招，準備，3、2、1。6月17日，保鏢救殺手二 secure。
寫入係望邊部機啫？其實嗰部咯，望嗰部。識唔識拍嘢？我見咗你望嗰面。識唔識拍嘢啊？嗰個冇所謂。肥仔大頭部，肥仔大頭部。我就係見寶奇，我就係見寶奇望緊呢部啊嘛。唔係，我望佢個手臂嘅，好大隻。好，即 feel 快嘅啫，嚟多次呢度 ，one shot， 預備，三二一。6月17號，保鏢教授首義 ，secure。